英雄联盟。干嘛呀？我们先去蹲一手积木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嗯。我炸！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炸，平 A 点烟，平 A 炸，闪现走。他把药吃了，啊，我们也把药吃了，但是我们比他赚，因为我们的药不要钱，免费吃。地上的所见只有杀戮。这积木瞅着还是可以的啊，应该是个老积木。灵魂莲华明咒，不是，没有明咒啊，至真。敢玩积木啊？如果他们杀了我，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赴死。你不回家呀？快他妈砸死你！你可没闪现了，我告诉你啊！踩住平 A， 平 A， 砸！变成泥巴了！战吼，大声点儿！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人。我先扎他一下。再扎走了，耗他两波，我们回家。他连药都不买啊，因为他没补到兵，他也买不起。人有什么怜悯和慈悲？来了啊！踩住哦，剑扎！快跑！给我致盲了。死药啊！他跑了，我们先关了啊！星辰遥不可及，于是我握起长枪。包女儿搁旁边呢。踩住哦，接扎！致命点烟，接扎！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扎！踩住 A 接扎接 ，BGM。
压了。先来个水银海。与我的名字一道，葬在了墓中。飞波下路吧，来，重新来啊！完了，飞早了！哎呀，我操了，怎么飞快了呢？没事没事没事，继续来。踩住 A 键，砸！借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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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借砸！闪现砸！我操！居然会有加血这种东西！哎，飞快了，飞快了！不过踹死了！哎，哎，我还有助攻，漂亮！我还要死多少次？才能学会活着。这波其实是小亏了啊，并不赚的。积木这波是有闪现的，我们先挑弹过来啊。这是个 AD 积木，踩住哦，接扎接平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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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扎。居然敢在我选潘森的时候选积木，战争之道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踩住欧欧，借砸借平 A， 借点燃借平 A，借平 A， 借砸！哎呦我，老积木！差点钱，哎，踩住哦，借砸！借平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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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够了。嗯，啊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别追了，走呗。啊，钱够了。给我扎了！这波积木我该要飞你了啊！柔，飘，踩住哦，接扎接平 A， 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波应该放 BGM， 因为刚刚好。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丝不苟。踩住哦，接平 A，
接着，哎呦我操！这个扎居然扎空了，这个红洞扎到他必死。看你的了，来，给俺俩远程给 poke 死了。你不用在那扎我啊，我跟你说。踩住哦，点人家炸接瓶，啪啪啪啪啪啪。压辣。15秒我有欧欧欧。找个人啊，找个倒霉蛋来。就你了。嗯，不行不行。每天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。BGM 级闪现踩住哦，接扎接瓶给他接扎。谢谢爱吃油条的电音小子，别送电音小子了，送飞机儿吧，那玩意儿容易炸麦，你知道吧？你整麦就炸了。别死啊！天哪，750！差一点点。电音小子比飞机还多，电音小子好像10块吧。我的红棒。
这谁呀、啊？谢谢主播卡宾，谢谢大师兄的胸毛。那我小点声说话吧，不小点声说话，这玩意儿就炸麦。谢谢水波可宾和大师兄的胸毛。谁是电影之王？我是电影之王。如果我是 DJ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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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多少钱呢？这个，谢谢小小小豪。哦，电音小子比飞机儿贵呀、啊！我寻思电音小子十块钱呢，别送了，送飞机儿吧。嗯，送飞机儿吧。嘿。重要的是为谁而战？你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呢，你。你在我们家担当什么角色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那包女儿为什么扎我？为什么扎我？包女儿，我扎！人有点多啊！包女儿是出护甲了吗？好肉啊，感觉给加血了吧？给加血了。哎，没给加血呀！意味着又一次坠落。都把事挂机了。嗯，再杀一个。这把 MVP 应该是这个铁人的。我来了，吃个药，踩住哦，接扎，借瓶给点燃，扎，给我追，给我追，今天他指定跑不了，兄弟，你往哪点？往左边点呢？大地在我脚下，包女儿来了吗？来，踩住哦，接着，好脆呀、啊！我靠，他妈打我好疼啊，有点痛啊。
塞纳卡萨丁加包女儿，塞纳跟卡萨丁就可以秒我这两个人。哎，谁的伤害这么高呢？是塞纳吗？卡萨丁的虚区肯定没多高，他没装备，他出的峡谷制造者，还出个水银海，他连个屁他都没有。应该主要就是塞纳打我疼。我们下回先杀的塞纳。每次战败，我都绕着这座山奔跑，直到一个菜追不上。这么多眼儿，这不发财了吗？那卡塔丁干啥呢？一个人上啊？踩住戒指，戒平 A， 戒平 A， 戒指。积木呢？我不踩，让他们往泉水里边冲。这基地怎么还给我整条血条呢？还给我整个血条是吧？